今晚的话，想走便走吧。我方洛是因为姐姐在躺在这里的。这几百年来，妖仙姐姐一直觉得亏欠了她。等我替妖仙姐姐还上了这份亏欠之情，她新的去向就取决于她自己了。你这么做毫无意义。不试一试，你怎么知道不可能？我诚心诚意参赛，只为改变一切。如果你办不到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这一刀下去，妖仙姐姐真的会垮。 我失了他的妖仙姐姐，还是妖仙姐姐吗？同时，你为妖仙姐姐心中更亮的星。真是愚蠢至极！你以我的兄弟，恐怕唯有一种法子，就是祭出情种。一旦祭出情种，关于他的点点滴滴，都将从你的记忆里抹去。一颗埋了情种的心，又如何冻结？只要是你所想的，我都会替你完成。